再得一分，3-0。哎，该我了，对不对？先判，可以先判红哥了。目前比数3-0。轮到演艺圈的中年大叔打。目前比数3-0，换红哥。记得要跑哦，中年大叔，中年大叔，中年大叔，麻烦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一队是我负责转播，然后现在你们那队是你我负责的，好，所以你边打击，麻烦你边转播。好，现在人不对，13垒有人，一人出局，打击的是中年大叔，洪都拉斯。有一球坏球，非常离谱的坏球。来，我们蓝队站一起好不好？蓝队，蓝队站一起。嘿，鞋子大家没有想到，我们这一队的攻势居然这么凌厉，汗是流多的，汗流浃背了。13垒有人。啊！那个球必须要在这里的时候再打，他刚刚在这么低，你为什么也打？等一下，你转播人你要尽责，你自己挥棒落空，你要挥棒落空，你要自己讲。我责任都在，我那是挥棒落空，原来他这一球是蝴蝶球，要把救补补，我一次看到三颗球才投过来。哎，那是你好慌了吧？进来一点，界外球，良好球，界外球，良好球。哎，觉得好像有被三振的可能哦。好，投出。哦，界外，他很全力打。好可怕，这样是算三好球，要被三振嘞。还是良好球。哦，我要往那边打。别跑！打打打打！